大家好，欢迎来到杭州。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杭州最著名的景点西湖，我们来看一看西湖的风景，学一学关于西湖的知识，听一听关于西湖的小故事。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天上呀，天堂非常的美丽，而在地上呢，苏州和杭州就像天堂一样的美，可见杭州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了。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他不忍心离开杭州，有一大半的原因都是因为这座湖，他喜欢这座湖，留恋这座湖。那么这座湖到底有多么的美呢？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云游览西湖，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也可以亲自来到这里，亲眼看一看它的美。人们常常觉得自然风光总是远离城市的，但是在杭州，西湖就是它的市中心。西湖的面积呢有49平方公里，白堤、苏堤、杨公堤这么几条长堤把西湖分成了不同的部分，还有一些湖心岛漂浮在湖面上，风景非常的优美。春夏秋冬，西湖的风景都各有千秋，甚至在晴天、雨天、下雪天，这里的风景也各有不同。宋朝的大诗人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因为西湖在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美，但是每一天呢，它都这么的美。人们常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月西湖。那么你什么时候有机会也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看一看西湖呢？从古至今，无数的文人踏过西湖，他们在这里留下了美丽的诗篇。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喜欢春天的西湖，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他也特别怀念秋天的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南宋的诗人杨万里喜欢夏天的西湖，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而在这样清冷的冬天呢，清朝的文人张岱选择到湖心亭去看雪，被人们评价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怎样，听了这么多关于西湖、关于杭州的美丽的诗句，你是不是也对这里的春夏秋冬特别的向往呢？
现在带大家来到断桥。断桥是西湖最著名的一座桥，可能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座桥之一。站在断桥上，一边我们可以看到繁华的街道，街道上有许多的车来往不息，另外一边呢，我们则可以看到平静的西湖和青山，湖面上还有三三两两正在游船的游客们。这里是动和静的结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断桥到底有多么的美，而断桥又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呢？我们非常幸运啊，在西湖碰到了这位范大爷。范大爷呢，他是一位老杭州人，在西湖已经做了18年的义务的免费的导游，向很多来西湖的中国游客甚至外国游客介绍西湖的文化和历史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范大爷来跟大家讲一讲断桥为什么叫断桥，它又有什么故事呢？范大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断桥这个景呢，是西湖上的一个意境。所谓意境呢，就是说用脑子去想。西湖上的景有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脑子想的。这个景呢，就要是脑子去想。但是在什么时候想，在哪里想，在哪里看，这是有规定的，是吧？首先讲的这个断桥这个景，它是跟雪有关。跟雪有关，它的景名叫断桥残雪。断桥残雪，下雪天整个桥不是盖上雪了吗？天晴了以后，阳面的雪开始化了，阴面的雪没化。在这个时间到哪里去看？到对面山上啊，宝石山上。宝石山上高处俯瞰，半个桥是白的，半个桥是黑的。白的就雪没化，黑的就是雪融化了，黑的马路露出来了。这时候在脑子里形成一个看上去这桥丝断非断，所以这个景名叫断桥残雪啊，原来是这么来的。所以说我们去理解的时候呢，应该倒过来理解，雪残桥断。雪残桥断，雪不残桥不断啊，是不是？是是，有道理。所以这就是断桥残雪的，并不是跟那些导游所说的是许仙白娘子啊，我讲到现在没有讲到许仙白娘子，但是把这个主题已经讲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是是啊。还有个这个断桥有个民间故事，在桥栏上可以看到这个断家桥几个字。断家桥就说是一个姓段的人家修的，姓段的人修的断家桥。它的断是一段路的 一段路的段。 对，在很早以前，在这桥边上住着一户姓段的人家。这个人家呢干啥的呢？卖大碗茶的。卖茶的。有一天他家里来了个客人，这个客人很特别，衣衫破烂，身无分文，穷苦潦倒，这么个老头。但是这个老板娘没有嫌弃他，很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吃给他喝，并且留宿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临走的时候，老头想表示一下，那身上没有钱，迷毒有几颗做酒的酒药，他就把这个酒药送给老板了，告诉他这个酒药很好，你可以做酒卖钱。说完他就走了。他走了以后，老板娘就起早贪黑的把这个酒药做了很多酒，反复的做酒，反复的赚钱。2年以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富了很多。
老头又回到原地来看望他，但看到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富了很多，心里很高兴。老板娘看见他回来，他更高兴，就拉住老头说，你老那么大年纪了，不要整天在为生活而到处奔波，我可以把你给我的酒药，我做酒卖的钱全给你，你可以回家养老去。但是老头说，钱对我来说没啥用场，你要把这个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时候说完他就走，走在古时候那个断桥上，踩在桥上，桥真的断了，桥断了以后不是人掉到水里吗？他踩在水面上纹丝不动。这时候老板就发现这个人是神仙，在点化他，他就把那笔钱修了个段家桥，这就是民间故事版的段家桥。这样，所以一开始是姓段的一户人家修了这个段家桥，那后来慢慢段家桥的段子跟杭州人说的段桥是谐音，是同样的发音，同样发音，所以叫就是段桥。所以一开始叫段家桥，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叫段桥了。对。说到断桥，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民间传说故事。据说有这么一位白娘子，她原本是一条白蛇，经过了上千年的学习和修炼，终于变成了人形，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有一天，白娘子正在西湖游玩，在断桥附近，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白娘子没有带伞，变得非常的狼狈。正当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书生许仙，许仙把自己的雨伞借给了白娘子，两个人因此相识，并且慢慢喜欢上了对方，进而相恋了。但是因为白娘子并不是普通的人类，在很多人眼里她是一个妖怪，所以他们的爱情故事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最后也以悲剧而告终了。在中国，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的故事代表了中国人们对于美好的纯洁的爱情的向往。直到今天，在许多中国的电视剧、文学作品、戏曲里，我们都能够听到他们的故事，在西湖你也常常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作为白娘子和许仙相识相恋的地方，断桥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了。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西湖十景之一平湖秋月。所谓平湖秋月呀，指的是在天气晴朗的日子，西湖的湖面非常的平静，像一面镜子一样。而秋月指的是在秋天，人们在这里赏月，天气格外的晴朗，月光格外的明亮。平湖秋月这个景点的构成呢，基本上是一楼一亭一碑。所谓碑，指的就是写着平湖秋月四个大字的这块石碑。那这个石碑呢，据说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亲手所写。而楼呢，则是指这边这座楼。在古代的时候呀，很多官宦人家、有钱的人家会在秋天，尤其是中秋节的前后，来到这个楼吃着月饼来赏月，一边看天上的月亮，一边看水中的月亮，来享受这样难得的美景。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创办于1904年，也就是清朝的光绪年间。那当初人们创立西泠印社呢，主要的目的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成立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泠印社吸引了中国大批的一流的文化专家，在中国甚至世界上也成为了非常有名的民间学术团体。西泠印社有许多优秀的印章作品的展示，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这里，你不只要看一看他们展览的印章，同时也要多看一看西泠印社的建筑。大家从我现在所在的环境就可以看出，西泠印社采用的是古典园林建筑风格，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的味道。如果有一天你来到杭州，来到西湖，无论你是对中国的印章感兴趣，对中国古代的文字感兴趣，还是对中国的建筑感兴趣，我都推荐你来西泠印社走一走，看一看。现在我们所在的这条路叫苏堤，也叫苏公堤，它是一条全长2797米的由南到北贯穿了西湖的长堤。苏堤春晓是西湖十景之首，在春天的时候，苏堤两侧的桃花、杏花、梨花争相开放，美丽非常。但是苏堤春晓之所以能成为西湖十景之首，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丽，更是因为它背后的历史意义。苏轼也叫苏东坡，是中国北宋年间著名的文学家。1089年，苏轼来到杭州，在杭州做官，他发现那个时候的西湖状况很差，水里有很多的淤泥，所以他调动了20万的人力，把西湖底的淤泥全部都挖了出来，筑成了这座长堤。那么淤泥被挖出之后，西湖的水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利于水里的养殖，还有周围的农田的灌溉。人们呢也非常的感谢苏东坡，于是为了纪念他，为了感谢他，人们就用他的姓氏来命名这座长堤，叫做苏堤。在南宋年间，这条堤上慢慢出现了许多休闲的建筑，比如说亭子、茶馆等等，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苏堤，这里变得更加热闹了。
1988年在苏堤的南端建起了这座杭州苏东坡纪念馆，在纪念馆的门口设有苏东坡的雕像，而纪念馆内则陈列着各种和苏东坡有关的历史资料，来纪念这位对杭州来说意义非凡的人物。这么多年来，中国各地的甚至是国外的许多崇拜苏东坡的人们来到杭州，一定要到这里来看一看，追寻苏东坡在杭州留下的足迹。苏东坡在杭州留下了许多故事，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可能是东坡肉的故事。东坡肉为什么叫东坡肉呢？它和苏东坡又有什么关系呢？据说苏东坡治理西湖之后，杭州人民非常的感谢他，于是给他送来了好多猪肉。但是呢，苏东坡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他不愿意一个人享受这些猪肉，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让自己的手下把这些猪肉做成菜，然后切成小小的四方的块，把它们都分给治理西湖有功劳的人们一起享用。这个故事传了开去，人们纷纷赞扬苏东坡的清廉，把这种做法的猪肉呢，则就称为东坡肉。东坡肉现在已经是中餐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了，你有没有吃过东坡肉呢？现在我们来到了西湖十景之一花岗观鱼，大家从这个名字不难猜出花岗观鱼主要是来看鱼的。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走进去，看看这里的鱼有多漂亮，这里又有什么小故事呢？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么一块石碑，上面的四个字你是不是认识呢？如果大家对中国的汉字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我们使用的汉字是简体的汉字，而在香港、台湾、澳门这里的人们以及海外的许多华人和华侨，他们使用的依然是繁体的汉字。那这里就是花岗观鱼四个字的繁体的写法，大家可以仔细的比较一下，这块石碑上所写的花岗观鱼和普通传统的繁体字的花岗观鱼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对了，一般的鱼字下面是四个点，而这块石碑上的鱼字只有三个点，这是为什么呢？据说这块石碑的花岗观鱼四个字是康熙皇帝所写，康熙皇帝相信佛教，非常的善良，他认为鱼字下面的四个点代表了火，那鱼在火上当然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他把四个点改成了三个点，代表了水，鱼在水中非常的舒畅，以表示他对百姓的爱护和关怀。这就是花岗观鱼的小故事了。中国人特别喜欢鱼，因为这个鱼啊和多鱼的鱼是同样的发音，在过年的时候，中国人的餐桌上都少不了一条鱼，我们说这叫年年有余，代表每一年都很富裕，都有剩余，生活幸福。
在中文里有很多关于鱼的成语和小故事，比如鱼跃龙门、如鱼得水，你又知道哪些呢？这里是杭州，这里是西湖，期待有一天你能够亲自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领略杭州和西湖的美。